港媒报道，日前吴千语和富三代男友施伯雄已经同居，媒体拍到两人一同回到香港住所的照片。据悉，正值换季时节，吴千语去国外写拼，此次则与男友一起在欧洲玩足十天。回港后，两人一同回到旧山顶道德小风格爱巢。而查看地图后发现，原来吴千语现在与男友的住所刚巧与旧爱林峰的地景园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步行更是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有记者就此事咨询吴千语，他表示不回应，谢谢关心。早前在三月份时，林峰吴千语双方承认已经分手，林峰表示感情是不会再说，之后将专注于工作。而吴千语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表示，要完全放下五年的感情实在不易，希望大家给时间和空间，五年情侣一朝情断不禁让人唏嘘。然而七月份两人分别传出的恋情八卦让网友更是感慨万千。这边吴千语晒出了一张含有施伯雄名字的鲜花图，意有所指，而林峰也被拍到与绯闻女友张馨月一起逛街的照片。分手后的双方似乎都没闲着，网友认为两人的状态也被网友调侃为打擂台。于是乎，此次吴千语被曝与新花的住所离林峰住处距离甚近一事，便有网友认为吴千语是在典型的秀给林峰看，也有网友称分手后各自安好，房子买卖自由。不知道你们怎么看。